手里拿什么？哦，这是齐明月给你准备的，让你带去新加坡的。干嘛？不是给我的吗？哦。要不要我帮你收拾啊？你又不知道我带什么。 你就去2天，你带这么大的箱子啊？我就带个包。哦，哎呀，我说呢，这么大个箱子跟搬家一样。等我回来的时候，给你买我学校旁边的黄丽塔和牛轧糖。黄丽塔什么的不重要。 你回程的机票定了吧？你要是临时订的话，万一没票就糟了。定了。你帮我检查一下出票信息。怎么样？没问题吧？没问题。当然没问题了，航空公司出的票能有什么问题？没问题。那先收拾吧，吃晚饭的时候我叫你啊。好。 生活对于有些人来说实在是太沉重了。这两天活动结束了，店里的客流量下降是很正常的，希望大家继续努力，不要松懈。来吧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好，解散。哎，老大。 我们今天刚开了工资，准备一起去吃饭唱歌，你也来吧。我今天就不去了，那个我一会儿有事陪我妹啊，你们去玩吧。哎，我怎么就没有老大这样的哥哥呢？咱们老大是Miko，这你都没看出来？我看出来了呀，你懂人吗？老大和他一点血缘关系都没有。 大师，你别瞎说，真的，老大那个律师朋友说的。哎，过两天我们也要到发薪日了。你还好吧？你们工作室就一个员工，你和你学姐不都是老板吗？你别提了，我们哪是请了一个员工啊，我们是请了一尊大佛，不是请假就是迟到。学姐还当我不知道呢，经常做完自己的工作，还得熬夜帮那小子干活。你们学姐脑袋是有问题吧？嗯。 饭都做好了，正等着你呢，进来吧。小橙子，你都回来了，可以吃饭了啊！小橙子，哎，这孩子，小橙子，你锁什么门啊？开门！你能不能不要随便进我房间？什么叫随便进你房间啊？ 进你房间了是吧？你哥不累啊？还得伺候你，说谢谢。谢谢哥。嗯。你行李呢？是不是落门外的？我没带什么行李。没带行李。先吃饭吧。
你回来怎么没拿行李啊？ 吃饭了，我跟你哥说话呢。烦死！是不是你爸生病了？不是，是林和平跟你讲不让你回来的。可是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，他怎么不跟我说呀？ 跟我爸没关系，不会是为了李健健吧？你是不是疯了？你们俩的事儿以后再说也行啊，这是你的前途啊，这么好的工作说不要就不要了，啊？多难进的地方啊，连工作都不要了。我已经在家里那边找好工作了。家里那边？ 什么家里那边？这不是你家是吗？妈跟你在一起这么久了，这还不是你家是吗？不准接电话！妈，你别接，干嘛？妈，别接呀！妈。 吃饭了，你胃本来就不好。你还管我死活？你死了，小橙子怎么办？那不正好？你把他带走。你要是真死了，我又去我奶奶家，谁要跟他走啊？他爸又不是我爸。你有没有良心啊？这么多年，不是你哥在照顾你吗？ 谁求他照顾了？他自己乐意。我走了以后，你别这样骑马了，懂事一点，听到没？你非要走？妈，你把证件还给我吧。你不要我们了？不是，我只是想回家那边生活。